这样拍到现在，其实第一集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火花了，都还蛮还蛮精彩的。等一下，啊，你干嘛？你不要吐到我身上，拜托。你吐到我身上了，你吐在我身上了啦！救他一下，走吧走吧。哟，卫生巾啊！帮我了帮我了，来救！你鼻孔里面有红豆。我刚才就不敢呼吸啊！不是，突然你知道什么都在我脸上吗？就是这样，因为你讲话就开心，不要讲。我整个快浸淫在我的八宝粥里。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八宝粥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刚怎么一吐，然后又就挤在那藤浩的腹部啊，就完蛋了，八宝粥全部跑进去。没想到就这样结束，好牺牲哦。不会，这是我开场第一开场戏，这是我出场。然后主角一开场是这样。